行走了整个泉州有20多个十一点，你看完了之后就会形成一种特殊的这种情感。它以中世纪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港的历史为中心，生动再现古代海上舟车路的历史场景。人类不能够同体，1000年前做得到，1000年后更应该可以做得到。